在团体赛五场之间都发挥得蛮好，只是在个人赛部分可能是因为身体疲劳，而且赛事排得比较紧，所以慢慢的就是身体慢慢疲劳，所以慢慢的速度上不去，力量也没那么好，所以在对打部分可能就慢慢多了几拍来回，然后耐心也比较不够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部分。